其实我自身也是一个作为南方这边就是一个从滑雪小白到这个滑雪的一个就是学会滑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当事人吧。就是在我看来，南方能够接触到滑雪其实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然后能够学会滑雪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也能够很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南方地区对于冰雪运动推广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然后也是响应我们国家三亿人上冰雪，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滑雪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重要性和对于青少年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好处，然后让我们更加热爱上滑雪这项运动，然后去助力我们国家冬奥会的这个成功举办。